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爱的人不爱我。大家好，这里是厌世甜点店，我是娜娜口。你是不是曾经吃过非常好吃的甜点，看过非常漂亮的食谱，好想要把它亲手做出来送给你喜欢的人或者在意的人，甚至在重要的节日的时候端出来献给大家。不过拿到食谱的时候，你真的知道第一步该怎么开始吗？在娜娜口推出的线上课程当中呢，你可以先学会25种制作甜点的关键技巧，其中包含鲜奶油的打发、蛋白的打发、烤温的掌握、塔壳的制作、各种内馅制作的技巧，还有最后的挤花跟装饰。学会这25种关键技巧之后啊，娜娜口线上课程的6大品系甜点你都可以轻松学会，甚至在西点的世界里面啊，90%的食谱你都可以轻松掌握。跟我一样漂亮。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也是算半路出家，就是出社会之后学习甜点，然后把它变成我的主业，所以我知道很多新手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像是我们一直被一些很漂亮的东西吸引，但是在没有掌握好基础的手法，或者是对原物料不熟悉的状况下，他真的很怕浪费时间、浪费成本，或者是最后是把那些食材全部倒掉，所以我一定要帮大家从这个苦难救出来。其实我们为了让新手更好入门甜点啊，这次的线上课程呢，就推出了非常多具有科技的帮助的一些功能。那尤其是我们在做甜点的当下啊，其实手忙脚乱。那如果你用传统的食谱书，其实在翻页上可能都会有一些困难。那我们 APP 就帮大家克服了这些难处，它具有声控的功能，就它播放呢跟暂停可以用喊的。暂停，等我一下。另外它可以设定一些时间点去轮播，为了就是让你可以更轻易去判别现在的状态是不是符合我现在教你的这个状态，你可以去比对。我在课程当中啊，就会手把手教大家一起把基础打好，一起走出新手村。不管它中间这个过程到底有多辛苦，如果你做出来一个东西呢，送给别人吃或分享给别人吃，然后他开心了，甚至跟你说这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我觉得那是一个会让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瞬间。所以我常常讲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我希望你爱的人更爱你。